北宋第一个创作高潮时期是小令的鼎盛期，比如说晏殊，他所有的词都是小令，欧阳修绝大多数的词是小令。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晏几道是晏殊的第七个儿子，他大概与苏轼他们同生活在同一个年代，但是晏殊的词也都是小令，所以我们把晏几道称之为小令的最后一位专业作家。晏几道作为宰相晏殊的第七个儿子，从小呢就得到了皇帝的欣赏。据当时记载说，那么庆历年间呢，当时天下太平，开封府呢说呢报道说京城的监狱都空了，那么宋仁宗听了非常高兴，那么特别叫晏几道呢来写词来歌颂太平。那么可见呢，晏几道呢少年的时候呢就曾经春风得意。那么晏几道呢，他是通过恩荫的方式出来做官的。那么封建时代呢对这个官僚大官呢都有一种恩荫的照顾，就他们的子女呢可以直接去做官，不用再通过其他这个考试，这个不用再通过其他考试程序。但是呢出来做官以后呢，晏殊呢这个人生确实不太顺利。后来呢在这个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呢，晏几道呢曾经受牵连进过监狱，往年呢官做的也不大，结果呢未到退休的年龄呢就自己要求呢这个提前退休，那么居住在京师。晏几道的词流传到今天的有260来首。那么他的词与他的这个生活经历呢相适应。那么他现在留下来的260多首词呢，大多数是中晚年以后的创作啊，早年的词呢基本上今天没有看见了，大概是早年的词写的还不成熟，水平还不高，所以呢没流传下来。所以那么流传到今天的词呢，晏几道的词呢，它的一个基本旋律，就是词的一个基本旋律呢，是写生活失意以后的抑郁和悲哀。那么宋代的官僚体制既给达官家族以相当的照顾，就让他们子弟呢以大量的恩荫资格呢进入仕途，同时在使用上有严格控制啊，那么这些人呢进入仕途以后，如果不通过进士科举考试，做官就做不大。那么晏几道呢，他的生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他中年晚年以后呢，生活呢变化非常大，他的可以说他的生活环境，他的社会地位都是一落千丈。晏几道的朋友黄庭坚曾经这么形容晏几道的这个性格和他的生活变化，说晏几道呢做人呢有四个痴，
这个痴呢就有点发傻痴呆。那么哪四个痴呢？第一呢是叫四患连肩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之以痴也，就是呢在官场上呢连受挫折，官运不亨通，那么他但是呢他不会去投靠达官贵人，这是他的一个傻的地方。因为他父亲是当朝宰相，他的姐夫富弼也是当朝宰相啊，所以他家里呢是豪门家族，那么燕姬道呢自己做官做不畅达呢，不会去投靠这些贵人，这是一次。那么第二次呢是论文之有体而不肯译作心静是与是一次也，就是呢他写文章呢非常文采非常漂亮，写文章呢自有自己的风格，但是他不会写考进，不会写呢这个考进士的这个文章，因为当时考进士的话考这个策论啊和写词是两码事，当时燕姬道呢不会写这些，所以又是一次，所以他也不能考进士。第三呢是废之千百万家人含聚而面有独子之色是有一次也，就是呢他是作为富家公子自己有钱的时候呢，人家向他要钱呢他救济人家呢花钱非常大方，等他自己家里贫困了钱花完了呢，这时候呢家人要饿肚子了，这又是一词。最后一词呢是人百户之而不恨，以信人终不及其妻己，只有一词也，就是人家呢多少次背叛了他他也不恨人家，只要相信了人家就再也不怀疑人家，就非常天真非常纯真，这又是一词。那么这黄庭坚的这四点叙述可以说是燕姬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画像，那么写出了燕姬道这个贵家公子的单纯淳朴纯真啊。那么他这样的性格在社会上呢当然呢是容易呢处处碰壁，那么给他生活上呢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不幸。家境有贵变衰，有富变穷，这么一种变化使燕姬道呢对世事呢有了更多的深入的了解。那么在他的词里边所表达的就是经常是一种呢生活中的忧虑，他的大部分词是在歌宴之间因歌女的要求而写的，那么让歌女来传唱的。关于这些词的写作，燕姬道自己也有一个详细的交代。他说：“夙愿王者浮沉酒中，病逝之歌时，不足以西城解韵，是许南部诸贤序语作五七字句，作五七字语，其一字韵，不如续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借文件。”所同游者意中事，常是感悟之情，古今不已。说是呢，我以往呢，就是呢，沉湎于歌舞酒宴之间。那么我写的这些词呢，一方面是来自我娱乐的，另一方面呢，来抒发自己内心感情的。那么，从抒发内心感情这一点出发，燕姬道所写的词与花间词呢，就有了不一样。那么其中包含了个人的身世的感伤。他在小序里边有交代说自己从前跟两位朋友关系非常好，一位呢是沈连书，一位是叫陈君龙。那么他们家里呢有四个歌女叫连红平云，就小连小红小平小云。那么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呢，经常呢有这几个歌女呢出来唱歌，来这个呢娱乐。那么他们有时候呢三个人自己也在当夜呢当场写词，写到一首以后呢
写好一首词以后呢，拿着草稿交给这几个歌女，他们三个人呢端着酒杯来听他听这个歌女唱歌，然后呢哈哈一笑。后来呢说是陈君龙呢久病在家里瘫卧床不起，沈连书呢去世了，那么当年他们三个人写的这些词篇呢也都呢纷纷流上了。那么而且呢燕姬道说想起当年那种诗酒歌舞的这个富贵生活啊，而且呢又想起当年词里边所写的内容啊，叫考起天中所寄，悲光合理之事，如画如电，如做梦前尘，当能眼倦复阑，感光阴之一切，叹静缘之无始也。就过去的事情像梦光一样，像闪电一样，像做梦一样。通过刚才的介绍呢，我们就可以看出燕姬悼词的主要内容大多数是写他个人有贵变衰以后的抑郁和失意以后的悲哀，对往事的回忆和困顿潦倒的深愁，成为贯穿他词作中的基本旋律。那么他父亲燕书词中的旷达怀抱与咸雅情调，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一点痕迹了。燕姬悼在书写各种浓重的哀愁和深沉的感伤之时呢，那么由于是从自己身世的巨变与个人切肤之痛概括出来的，所以有比较深刻的内容，而且还有独到之处。黄庭坚说燕姬悼的词轻壮顿挫，能动摇人心。王作比基曼之卷二也说他的词呢秀气甚韵，德智天壤。清朝冯熙六十一家词选说燕姬悼呢其荡余皆有味，前语皆有志。那么他们的评价都是说燕姬悼的词从个人不幸遭遇中提炼概括出来，表面上看起来很平淡，而且呢多写儿女私情，但词里边却潜在着作者深层的这个悲感，能够打动后世的读者。比如说燕姬悼的一首名篇《鹧鸪天》怎么说，彩袖殷勤捧玉冢，当年胖却醉咽喉，舞堤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里风，重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词写作者同一个朝思暮想的歌妓重逢时的惊喜之情，上片呢回忆过去与这一位歌妓一见钟情，相互爱慕，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在某一次酒宴上偶然相遇，这位女子就对词人呢格外的垂青，殷勤劝酒，所谓最难消受美人恩，诗人因此也不惜一切的狂饮，更何况这种狂饮是在舞堤杨柳的绝妙舞姿和歌尽桃花的婉转歌喉陪伴下进行的，酒不醉人人自醉。下片写长期分离之后难以割舍的柔情和重逢的惊喜，晃头三句是重逢时词人对恋人的尽情倾诉，由于重逢来的突然，两个人都怀疑这是梦境还是现实。结尾两句从杜甫《羌春山首·夜阑更鬓组相对如梦寐》中画出，加上“胜把犹恐”等虚词，写得别有趣味。这首词的构思非常别致，明明是重逢时的惊疑，
却从当年相逢的荒乐写起，层次分明。无敌杨柳楼星月，歌尽桃花上底风，两句对仗非常工整，语言非常华丽，是燕京道词中的名句。另外一首《临江仙》也觉得流传的也非常广，这首词说：梦后楼台高锁，酒醒脸墨低垂，去年春恨却来迟，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平初见，凉从心自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那么这是一首呢怀念旧日情，怀念旧日情人的词。那么词中所说的小平，也就是他自己序言里边说的那个莲红平云中的平。那么在莲红平云四个歌女里边呢，好像呢燕京道呢对小平呢特别喜欢，在词里边呢多次提到，比如说他的玉楼春说：小平微笑尽妖娆，且住青云残淡定，说小平笑起来非常的妖娆，而且呢她的化妆呢也是淡妆，看起来非常素雅。她的木兰花说：小平若解愁春末，一笑留春春也住。小平太美丽了，小平笑起来的时候就像灿烂的春天一样，所以只要小平笑起来，春天就留在身边不走了。而刚才这首《临江仙》呢，这是回忆自己与小平初次见面的情况。那么这首词呢，开篇两句写出了一幅人去楼空、笙歌散尽的无人无月的凄凉景况。去年春恨句交代了词人之所以要借酒浇愁、坠入梦乡的原因，以及醉酒后所梦见的内容。春恨是一种由春天美景牵引出来的对离散而不再见面的家人的怀念情绪，与随之而来的仇恨。因为以往春光明媚的时节，两人总是在一起寻欢作乐，离别之后孤独面对春景，自然会有物是人非的仇恨。去年可以理解为食子，也可以理解为泛指。放子离别之后的每一个春天都要经受这么一场愁苦的折磨。去年春恨是承接上面两句，却来时起引出下面的句子，引出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点明了春生的特点。花雨燕人虽然和去年一样，但是情景就不一样，人独立落花之下，离愁别恨的恨在字里行间处处表现出来。那么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被清朝的唐宪称之为千古不能有二的名句。实际上这两句词是出自于晚唐温宏春长的诗歌。温宏的春长诗说：又是春去也，如何初翠微，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但是温宏的诗歌呢有句无篇，意境不完整。燕京道的词它是整体的结构格调都非常的协和，运用前人的成句呢就像自己的一样，那么一种迷惘惆怅的失落感笼罩了全篇。这首词下阙呢回忆当年与小平初次见面的情景，那么它有三点是最为印象最突出的。第一点是这个小平穿着非常漂亮的衣服，是凉从心自罗衣，那么表面上写服装，实质上是在写小平的美丽。
第二呢是小平呢他以这个弹琴的技艺非常高超，琵琶弦上说相思，能够通过呢琵琶音乐声传达自己的情感。第三呢，写小平对词人呢是一见倾心啊，一见就爱上了词人，所以呢是通过音乐来传达自己的相思之情。结尾两句呢，当时明月在晨照彩云归，照影开篇，那么写作者自己在月下怀人，那么月和云都是当年的和当年的月云是一样的，但是人去楼空，怅然独立，那么这种孤寂的情怀油然而生。同样的题材写法可以不一样，编辑到另外一首《鹧鸪天》也特别著名。这首《鹧鸪天》这么说：小令灯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够楚宫遥，梦魂怪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那么这首词呢，据说呢连当时呢特别古榜的这个道学家陈毅也有点喜欢。陈毅听到这首词最后两句梦魂怪的无拘点，又踏杨花过谢桥时呢，笑着说鬼语也，就说真是鬼机灵写的话，那么也表示欣赏。通过刚才三首词的这个例举可以看出，燕姬道集中书写有贵变衰以及失意之后的凄苦心情，他的词就内容而说，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向水平面的宽广方向发展，而是迎着内心情感的垂直线向狭深的方向开掘。因此他在北宋是有独特创作成就的纯情词人。小令的艺术技巧通过燕姬道的创作实践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燕姬道的遭遇特别是他内心的惨痛与李煜有某一种类似之处，词风也比较接近，但是他这种委婉超过了李煜，沉痛却不如李煜。在艺术表现上，燕姬道呢具有欧阳修的生气，却没有欧阳修的疏朗，没有欧阳修的高远的韵致。燕姬道呢有他父亲燕书的妩媚风流，却没有他父亲的那种圆融温润，感伤的情绪呢明显要超过了燕书。这就是燕姬道词的一个主要内容。